生理期小狗的营养餐，这个是自身级别的猪里脊，用蒸锅小火蒸熟了一下，悠悠已经开始祈祷了，羊肚菌生理期增强免疫力，还有几颗补气的山药，蒸熟的胡萝卜，大白菜，红枣，绿唇贻贝，三文鱼，枸杞，没有加一滴水的汤，用剪刀把食材剪小一点，它更好吸收，一小颗猪心，羊肝，兔血，饭后奖励普印的鸡脖子，悠悠准备祈祷，一二三，吃吧。这里的，哎，对了。啊，吃完了，去厕所洗脸吧。去厕所，去厕所。嗯。今天的饭饭很满意。